到膝盖的腰以上的衣服。我在麻省亚日教育院，总共和我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虐法酷法，我现在做的模拟当时的情景，比不上当时恶劣情景万分之一。我整个腰从腰到膝盖之上都给我搁在长方口下，十天十宿，一天给我灌一碗苞米粥，一天24小时不准我下地拉屎撒尿，给我上医院转院以后倒一泼尿，灌肠，造成我严重妇科炎症，让车间的劳教学员拿着棉签儿拿着剪子把我的裤子绞开，拖到膝盖之下，俩脚八字形的使劲的往两边正着绑架，并且拿棉签儿捅我下边的阴部，惨无人道，法西斯酷刑也做不出这么无人性、没有人道的、惨无人道的恶劣刑境做不出来。共产流氓党在大庆教育院、马三甲教育院的男女流氓警匪、恶棍穿警服的公母狗子，能够在我一个弱女子上方、弱势群体的一个最弱不禁风的女子身上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酷法刑法，在国际社会上，国家最败坏的国家，国家最不先进、最不发达的一个国家，贫寒饥困的国家也找不出来共产流氓党天下的治理的共建法师这种惨无人道的刑法、酷法、虐法，遭受的体罚、酷法、虐法，人格辱没，用语言难以表述，笔墨难以描述，一言难尽，罄竹难书。我不能不高声呼喊，打倒中国共产流氓党，中国地痞无赖流氓政府马上彻底要灭亡，共产党不灭亡，放民怨民造大殃，打倒共产党，奴隶怨民才能彻底翻身得解放。中共执政当权者胡锦涛、温家宝、周永康，你们现在正在做什么？面对方民怨民遭受如此酷法、虐法、人格辱没，你们视而不见、出而不闻、熟视无睹，方民怨民被打死、打残、打伤，比比皆是。中国人权丑闻在海外、国外到处可以听闻。你们执政当权者眼瞎、耳朵口哑、鼻炎，闻不到上方怨民的怨气，听不见上方怨民的呼声，看不见上方怨民的苦情。你们是个哑巴狗，不可能为陷入人权灾难的访民怨民向权力的恶势力攻坚法师执法不法、执法违法、执法方法、执法办法的男女流氓警匪、恶棍穿警服的公母狗子替我们访民向他们吼叫两声，你们哑巴狗不肯开口。中共黑我马三甲教育院执政党原则演鼻口也得大庭教育院，你们就豢养了一群穿警服的公母狗子，他们都狗仗恶势，仗着你们这些共产流氓邪恶执政当权者的恶势力，在访民怨民身上作恶多端，迫害访民怨民，压迫怨民，访民怨民现在喘不上气了。国际歌应该由访民怨民唱出来，不是你们共产流氓党唱出来的。现在访民怨民是受压迫的奴隶，你们共产流氓邪政就是邪恶的奴隶主，执政当权者就是邪恶的奴隶主。我现在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是。马三甲教育院女贼流氓特工王艳婷在劳教学员校服上做无本生的一本万利的买卖，每个劳教学员进劳教场所，他就强迫劳教学员花40块钱买新的，今天买明天解除，从你身上扒出来这套新的，然后往下卖，卖左一茬右一茬，什么裤子穿到的这个水平，没有半个世纪也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水平，穿裤子穿的卖到我这，卖我20块钱，我没有为了拿钱，他唆使劳教学员找毛病、找机会、找茬，给我打的鼻口穿血。那个粉色衣服拿来，那衣服就是这个时候为了这条裤子给我打的鼻口穿血，血迹斑斑，正面都磨损的血迹看不着了，但是肩膀头上的血迹保留的一言还谈嘛，醒目真奇，就是这次。打的这也是旧劳教服，
强迫学员买，卖到这半个穿被劳教学员左一查右查穿了半个世纪，卖到我这卖20元，一拉锁衣服都坏了，前面都是缝的，我穿那衣服点套头穿，完结果他那什么。卖我一套20元，我因为没拿这20元钱，他硕士学员给我打的底口穿鞋，两眼像熊猫一样，然后限制我一个月不行接见，说我那什么，给我关紧闭，怕人家看到我乌烟青，告到检察院去，实际告到检察院也没用，他接着那王艳平拿钱怼过检察院的那个前高主任后张凌霄，张凌霄到捞到了油水了，他为了让在那个检察院里捞不到他的油水，他关闭我一个月不让俺家人接见，完然后我眼睛消肿消青之后他才让我接见，等俺家告到检察院，检察院来的时候我眼睛的清晰还丝毫能看出来点，检察院的张凌霄看到了，张凌霄之所以包庇王艳平，从王艳平狡诈的勒索之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包那个张凌霄曾经向我身边的解除劳教学员那个叫什么大连的鞍山的还有锦州的，多个劳教学员取不利于王艳平的证实，取完王艳平的不利证实之后，摆在王艳平面前，对王艳平恐吓威胁恫吓之后，向王艳平敲诈了重金贿赂，然后把笔锋一转，把原来的证实材料销毁之后，转变成对我受害人不利的证实了。这是城郊检察院沈阳城郊检察院张凌霄所干的，他前边的高主任也是如此向。王艳平敲诈之后一脸正气说，你没事，我们你过两天领来一个人听你陈述，完了你好好陈述，我男队一个干警打学员打出毛病了，把他开除警籍了，你也不要灰心，然后当着我面说这话，威胁王艳平，威胁周琴，威胁之后他没有向我出头露面，姓高的高主任敲诈勒索之后没有第二次见我，张凌霄更是一脸正气，开着车浪费公家的汽油往大连锦州鞍山多处，我身边解除劳教学员取不利王艳平的证词，取完不利王艳平的证词找王艳平谈话，摆在王艳平面前不利的证词，把王艳平吓一跳，王艳平赶紧拿钱向他甩钱行贿，然后笔锋一转，把不利王艳平的证词都转变成对我受害人不利，对王艳平有利了。请问这些解除劳教的学员，我不说别人，就李玉杰因为给我开手铐让我偷着坐一会儿，被王艳平怼一拳加一脚踢一脚前些加起，李玉杰恨王艳平恨得透透的，他不会说我对我一句不利的证词，但是张凌霄的笔录上，马胜甲教练的笔录上竟出现了李玉杰说对我不利的证词，李玉杰的证词对我不利，所以王艳平无罪。共产流氓党太邪恶了，把公检法室造的一片昏暗，从中央到地方腐败成了，检察院的张凌霄前高主任竟向劳教恶警队长，教养院的恶警队长敲诈重金贿赂来坑害受害人，我不知道如何说是好，我只能喊打倒中国共产流氓党，共产流氓党不灭亡，访民怨民遭大殃，打倒共产党，奴隶怨民才能彻底翻身，这个解放世界末日这样马上降临，打击共产党邪恶恶政混政，这些黑恶狗子迫害访民亚裔怨民的，给访民怨民制造人权灾难的黑恶狗子都必遭横宰暴过，惨绝这样。我是辽宁抚顺的访民朱维金，因为我二哥两次见养都撤销的见养，被在见养院打成双眼四级残，重度精神分裂一级残，电棍被电的脑点弦，初次进京上访，在国务院西房办差俩人递表的时候，被抚顺解放人员埋通保安，用国务院西房办的保安接到钱，从队伍里给我拽出来，把我材料抢下去，给公安驻京办的打电话，招来公安驻京办的对我光天化日之下在地表口实行绑架，给我送进京安病院5天，刑事拘留，给我在抚顺第二看守所30天，然后给我送进中共黑窝马三甲子教养院，给我判3年满贯的教养，在教养院深受酷罚、体罚、虐罚。马三甲教养院女所2大队的王艳平大队长，对我扇耳光薅头发，周琴也是扇耳光打耳光，
并且给我在5月27号双手靠在小号的栅栏上。5月27号到6月8号期间，8号那天是7号那天给我解开手铐，一共是12、13天，一天24小时不准坐不准卧不准睡，我就这么一直站着，站不住的时候我就这双手吊着柜子，跪一会儿站一会儿，跪一会儿站一会儿，就这么停了10多天，造成我梗椎增生、韧带钙化，并且脑毛细血管梗塞，心率过速，身心精神方面受到各种的酷乏残虐。在我精神正常的时候，他们2次给我送孤家精神病院10天10宿，精神迫害，又给我送开元精神病院，下黑化，一到开元精神病院就给我绑在精神病床上，在我胳膊腿上，那是大夏天半截袖半截腿，在胳膊腿上对我大肆过电，11天11宿，我是这么过过来的。我希望海外国外全球世界都能够对我们访民院民受的苦乏虐乏迫害，让全球世界都清楚知道中国人权丑闻现在遍及全球世界，都能够到处都能够闻听到。中国政府宣称，中国政府宣称人权状况不断改善提高，我早就受的如此苦乏虐乏，人权改善到提高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中国政府说的人权提高跟过去相比较，我遭受了这个苦乏虐乏，那过去人权状况又是如何呢？现在我遭受的这一切，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呼喊人权状况不断改善提高，过去恶劣到什么程度了呢？让世人评，让国际社会评。我希望我遭受的苦乏虐乏，我们家被陷入的人权灾难，全球世界都知道，国际社会能够瞩目我们家陷入的人权灾难，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声援我们的家，解救我们兄弟姊妹脱离人权灾难。我二哥一人的冤情，2次降阳都撤销了分文，得不到赔偿，双眼四级残，重度精神分裂一级残，电棍电的拨浪鼓脑癫痫，因我二哥一人的冤屈，我为我二哥进京上访，2次遭降阳，马三甲教院中共黑窝3年满贯，大兴教院国都首府中共中央执政党员者眼皮口下的大兴教院1年满载，我2次教养4大年，我二哥2次教养被打残，我大姐领我二哥上上海协和医院检查脑癫痫，在上海火车站被警方截住，交到抚顺驻警办，给劫回抚顺就给教养1年半，在马三甲教院中共黑窝受人权迫害，我们家兄弟姊妹已经陷入家破人亡、倾家荡产的境地。去年10个月，我大哥、我二哥双双一命归西，我二姐接到2个恐吓电话，服药自杀，至今尸骨未寒，不能入土为安，在冰柜里躺过1年多，无人问津，没人管，天高皇帝远，我家死人命案为什么无人管？中国大地遍地冤案，到处冤情冤案众多，冤情如此惨重，为何访民冤民遇不到、寻找不到半个包青天？我恳求世人、中国公民、中国百姓都能知道国家的事情，海外国外网站媒体都能够清楚我们家陷入的人权灾难，为我们家呼吁，高声呼吁，解救我们家脱离人权灾难、脱离人权迫害，解救我大爹马三，处理马三家的教养院，不让我年近九旬的老父成为老无所养、老无所为。5个儿女不算少，应该子孙满堂，年近90，今年87岁，自己端锅做饭，自己洗涮，自己麻地，自己上市场买菜，好不凄惨。我父亲体弱多病，儿女5个，死了2个，剩下3个，老来丧子，白头送黑发，送走2个儿女，去年10个月送走2个儿女，为我们兄弟姊妹痛苦泪连连，一天老泪不干。我大姐在马三甲教养院，我父亲身边没有敬奉老父的儿女了。我呼求国际社会、海外媒体网站，观看我们家陷入的人权灾难，看到我们兄弟姊妹陷入的
人权遭受的人权迫害，为我大姐朱桂枝呼吁，脱离人权迫害，出离马三家，将愿回到年近九旬老父身边，能够尽守孝道，让我老父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归，能够老有所依，不至于孤苦伶仃，不再遭白头送废黑发的人间悲剧，不让我老父再遭老来丧子心灵创痛，让老来丧子人间悲剧不在我仅活的三个姐弟兄妹身上反复重新上演，在我年近九旬的老父眼前。愿苍天睁开眼，我敬畏苍天，信赖上帝，接受基督引来之道。十七八年，我九二年信上帝，我家为什么这么凄惨？我相信上帝公正，耶和华为一切受屈的伸冤，为一切遭压迫之人伸冤。愿我信靠的主耶稣基督，素以圣经发点审判权的，伸出有能力的膀臂，拯救我们家脱离人权灾难。姐姐，我的姐姐朱桂枝不受人权迫害，出离马三家教院，让我老夫能够老来得安，也能让我二姐的问题早日得解决，早日入土为安。我在马三家教院这么吊跪十了多天，从5月27号到6月8号，给我解开造他妈耕堆整整年代开花，电棍把我打的两面侧面都是伤疤，满脸都是大片的疯子疙瘩，动辄把我打个5眼青，双眼像熊猫似的，脸胖肿，吊跪11天，双腿双脚胖肿，脚面子高出老高，穿鞋都穿不进去的整情况境地。苍天呐，你睁开眼，主耶稣基督，让我心里不妄言不吐言，为我伸冤，为我们家兄弟姊妹伸冤，让我二姐能够早日入土呀！在冰柜里1年多了，没人问津，没人管。快接近我大姐朱桂枝，出离马三家教养院。我希望我的事情被克林顿、希拉里夫妻曾经来海淀地区教堂的他们夫妻知道，更能被去年5月27号来中国新闻发布会的美国国务卿佩洛西知道。我是在佩洛西5月27号去年来中国新闻发布会的当天被便衣给弄进派出所，送进大兴教院，送进东城拘留所、东城看守所、大兴教院，又遭了1年的教养，让佩洛西知道我们家的苦情，让我佩洛西知道他来中国新闻发布会，我被教养1年。2004年的某一天，我日子记不清了，我经常遭电棍体罚暴打。王艳平在他的大队办公室，因为没收我的物品，我向他要那个我的药品和吃喝的，都被他没收拿回家吞吃了。我向他以为我不敢管他要这些东西，我向他要这些东西，他吩咐学员踢我后边的腿窝，把我踢跪在地，吩咐学员摁着我，说让他跪在地下，拿透明胶给他嘴封上，立马给我嘴封上，让两个学员给我架到小号，就双手靠在小号的号门上，嘴给我封上，鼻子都拿透明胶给我封上，险些让我窒息憋过气去，
背过去去。就这个情节，几月几号我记不清了，我现在记忆完全丧失。我以前过去是记忆精敏的人，任何人我敢说世上没有一个人的记忆能超过我。我的记忆精敏，我陈述语言表达力极强，可我现在经常是语无伦次，说上句想起下句，上句说完接不上下句，把下句全都忘掉了。我现在说话拙嘴。我在出了马三家教养院之后，2007年出了教养院，给我送进精神病院。3月份中旬到10月份，从精神病院出来，我搁家待了将近1年，我再次进京上访。2009年5月27号，佩洛西来中国新闻发布会那一天，有人跟我说有记者收材料，我就去了。到那去，几个便衣的就给我推上车，推上车拉到派出所，送到东城拘留所、东城看守所、拘留所、看守所、拘留所、看守所，来回来倒2个半月，又给我送进大兴疗养院，在东城拘留所020517副所长给我戴手铐脚镣，手铐脚镣拿大长链子给我拴在一起。东城看守所的周燕把我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又领我上司精神病院司法鉴定，给我检查各方面的，说我病情有病情，给我放出去。可是他们不知怎么捣鬼，8月11号去年给我送进大兴疗养院，向大兴疗养院不知道下什么黑话，到大兴疗养院单独就给我整了一个包间，我独自一人在包间里，给我从外边用门插插死，我不能出屋，不能上厕所，不能上水房洗漱。屋里没有便具，让我搁屋里地下拉屎撒尿，然后就开始受了非人的虐待，不让我穿鞋，把我双手双脚绑在一起，一天24小时不给我松绑。拉屎撒尿的时候，队长过来看着学员，给我打开一只手，另一只手还绑着，队长牵着另一只手绳子。白天晚上把床拿出去，屋里没有床，我在地下后边做一个学员，吩咐学员左手按我脖子，右手按我脑袋，死死地按住，假弄我跟随政策，任待概化。白天不准许我坐，不准许我躺，不能靠墙，说怕我把墙靠埋汰了，只能在地下这么坐着，一天搁地下坐，一天24小时，我能睡上2-3个小时的觉，那就算不错了。他们不让我看钟点，到下半夜2-3点不让我睡觉。不到5点，别的学员没起床，从监控声先把我喊起来，朱国勤起床。我就这么坐着，我有时候挺不了，我死搁后边的学员面前死正死蹭，我硬往地下躺。大队长吩咐学员搁地下薅我，给我薅起来，一个跟头一个跟头薅起来，往那边甩一下，再薅起来往这边甩一下，然后吩咐学员薅住我衣服领子，从地下一捂着地4圈转，告诉学员说拿它当臀部麻地。那学员那个恶老叫卖淫的小卖淫女王燕，拖着我搁地下来回来蹭擦地。就这么一天24小时，我睡不上2-3个小时。我为了争取人权，获得睡眠权利，我在他们喊我起床的时候，我承受不了他们老喊我早起，不让我睡觉，让我晚睡。下半夜两，姓杜的大队长、姓宋的中队长吩咐学员薅着我搁地下来回来绕，说我拿我当臀部给他们麻痹，并且吩咐学员在我后边左手摁脖子，右手摁脑袋，坐个小板凳坐在我后边。我一天睡不上2-3个小时，我
我为了争取睡眠权，有一次他们不到五点喊我起床的时候，一下着我就开始冲出门口大声喊，都起床了，起床了，我要起床，你们大伙儿都起床，值班休息的值班队长会我喊起来，他们火了学员又给我四脚朝天绑在地下，我一天24小时都不给我松绑，我只能侧身，侧身不等不方便不得劲的时候，我就这样的正面朝冲着监控镜头，一天24小时就这样的排便拉屎的时候，他们好几个队长进屋看着学员给我解开布袋子。医院一年里我没进过水房，他们不让我上水房，不让我洗漱刷牙，一天三顿饭前不准我洗手，不管你大便拉屎撒尿完之后吃饭不让你洗手，屋里没有水没有盆，只有一个最后给你拿进来一个盆做便具，不能洗手就吃饭。最后他在吃饭那方面苛待我，回民汉民俩菜他给我变成和尚尼姑一个素菜，说素菜像早晨的吃粥小前菜早点一样，就一口给我这么一口，别人两个菜吃不了的吃，苦乏虐乏我，要我早起晚睡，说给我绑起来就绑起来，说给我绑白天晚上绑，嘴还给我捂上，现在就可以给我蒙嘴了，粪俗学员扒开把我牙撬开，恶井狗子把我牙撬开，麻地里黑黢黢的把屎水泡的麻地里黑黢黢的麻布，我现在模拟做的这些布太白的了，太洁净了，黑黢黢的麻布比这埋汰10倍，常年6倍麻地的麻布往我嘴里塞，把我上下里边的嘴唇都磨破了，把我牙撬开，把我嘴蒙上2道，然后鼻子蒙1道，眼睛再给我蒙1道，一天2遍抬出去灌食，甚至有时候2天2宿嘴都不给我松开，给我绑上，现在你们就可以做。半个多月这样不准我刷牙，以致我牙后烂，给我拔下去一颗牙。后儿在2009年11月6号晚上，姓杜的大队长上屋里找别扭，给我那什么吩咐学员给我抬下床，10点钟不让我趴在床上，给我吩咐学员抬下床，然后吩咐学员拿棉被把我捂上，摁在地下。拿棉被捂住我脸，隔着被用拳怼我脸，用皮鞋踢我腰，踹我腹部，给我打一顿。11月7号早上我开始绝食，9号灌食，一直灌到2010年5月25号，200天的灌食，一天灌2次奶。每次灌奶都达不到半岁婴孩的奶量，给我灌的皮包骨。我出来那天，出大兴教养院那天，他怕上访人，有人维权的上教养院接我给我照相，他提前一天，我27号被抓，26号应该解除，25号他勾结当地区政府的车给我强行拉回家，给我拉回家，一天2次灌食，就这么绑着台子。1159177姓杜的大队长，1159126姓宋的总队长，1159093姓周的周扒皮队长，勾引男恶警，利用工作之便进入女所
进入我的包房，从床上薅我头发，给我薅下地，薅到监控镜头窗根底下，给我摁地这么五花大绑的大绑，然后薅着我头发狠劲往地下拐，拐的我脑袋磕的都是包，把我脸打青了，下颌打青了。隔了10多天，有一个队长不知道情节，问我朱桂琴，你下颌怎么回事？怎么青了呢？我说流氓恶警11591146。我11591126姓宋的队长嫌疑工作之余，他嫌疑男人勾引男流氓嫖客，在我身上作恶来了，给我打的11591146 11591114还有11593111，这三个男流氓恶警都是被他们女流氓恶警，尤其是女所的科长11591100，他违反手续，亏天利理，没有经过体检，跟东城拘留所的、东城看守所的那个叫什么张立刚、杨德利、张科、姚科、周科，还有李军，他们勾搭成奸狼狈为奸，缺少手续，违反条例，不经卫生所体检，硬和5进宫6进宫的吸毒鬼。处置教养的进居教养院之前，必须经过卫生所体检，体检合格在那儿入住。他知道我是大脑穿刺5-6遍的，有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表，满肺子血型玻散神经结核病死的人，竟然给我送进教养院，不经卫生所体检检查，硬核劳教进教养院，没有肺病。病死的人也必须肺子检查，必须肺子胸片排片，我有结核病死，结核性脑膜炎腰穿5-6遍的，有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表，他竟然给我忽略体检，不给我胸片排片，就直接给我入所，他们违反条例，缺少手续，就给我收进大兴教养院。这是11591100姓苏的大兴教养院劳教科科长，他自己拿我当土鳖土了咖，心里不说话，搁我面前向所里的另一个11590037这个所领导说，是我把他从拘留所接到教养院的。我知道这句话之后，他不给我解决问题，任凭恶警苦伐虐罚我，在监控镜头面前看到我受的苦伐虐罚，男女流氓恶警在我身上作恶，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熟视无睹。我左视三番，他上我的面前，我跟他提出，他让他给我解决问题，解决吃喝的问题，别受亏虐，在睡觉的问题，别在睡眠权犯方面别侵犯我，他嬉皮笑脸转身直接走。最后我冲监控镜头报警号骂他11591100姓苏的骚娘们儿，你亏天利理，丧尽天良，缺少手续，违反条例，你上拘留所给我接到监养院，这是你自己的嘴没拧严，当我面前噗嗤出来的，我咒诅你丈夫、孩子、父母、兄弟姊妹，早无你无尽呼唤，咒诅惨绝在阳。大兴监养院总院的院长、副院长、科长、领导，还有大兴教养院的11591177、11591126、11594六男女流氓警匪恶棍穿警皮的公母狗子，我咒诅你们老婆汉的孩子、丈夫、妻子、儿女、父母、兄弟姊妹都遭逢灾报，惨绝灾殃。